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就是霸道总裁本人，然而遇到同款霸总后就分分钟画风突变。这说的可不就是陈伟霆和黄靖宇俩人吗？明明前脚还是英俊潇洒的型男，后脚两人合体后，这扑面而来的搞笑费哦是众目睽睽。这撒娇的小动作是认真的吗？你俩怕不是确认了一下眼神后就相约好放飞自我了吧？果然是对 A 网友要不起，合体舞台画风清奇，两位 baby 幕后的吃饭路透，看得佐张也是要笑出腹肌。宝宝，请问你真的是只夹了一筷子吗？佐张咋感觉半碗面都没了呢？忽略掉这些吃饭小细节，粉丝只要拿红笔记好，你宝还是那个下班路透里都帅气到不行的宝。你不要放野狼之死，不要了吧？不需要怀疑，这一刻满屏都是我婷散发出来的型男气息。这走路带风的大长腿，所长真是要先替迷妹爱一波啦。